喜欢恐怖游戏的玩家心目中的经典之作是哪一款呢？您这款以日式恐怖风格吓死不少玩家的经典系列作，虽然在2008年《月使的假面》之后就没有再推出过新作品，不过它依然是许多玩家心目中的最爱。经过漫长的等待，林中又有新作品要问世了。只不过呢，它并不是全新的系列作，而是林红蝶的重制版。虽然如此，这款林真红之蝶还是加入了非常多新的东西，好比说新的结局、鬼屋模式，甚至还可以两个人一起玩哦。究竟双胞胎姐妹的命运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呢？马上来看本周的强作玩透透，咔嚓咔嚓。零系列可以说是日系恐怖游戏中的代表作，而第二款作品《零红蝶》更是因为描写双胞胎姐妹之间凄美情感而大受好评。小贤现在要介绍的《零真红之蝶》就是以这一代为基础，加入了大量新内容与新结局，以及两人合作模式等等要素之后，在 Wii 上重新登场的高画质重制作品哦。本作的故事剧情描述，当妹妹林和脚伤不便于行的姐姐简这一对双胞胎姐妹不幸误入了消失在地图上的村落接神村，并且被卷入了古老的神秘仪式之中。所以啊，我们就要操纵林带着姐姐逃出升天。相信啊，有许多玩家在刚开始游玩的时候会有一点不适应双节棍手把的操控方式。其实啊，只要把握了不剧烈晃动手把的原则，就不会让视点乱飘。而且啊，舞动手把之后就可以180度转身，这个新动作在逃命的时候啊可是很好用的哦。只是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还是得要靠着这一台像是照相机的摄影机来和怨灵战斗。首先把摄影机举起来对准怨灵，再按下 Z 键锁定它，等到集气集满时就可以赏它一个痛快。而且啊，怨灵在攻击前或攻击之后都会有个破绽，如果抓准这个时机还能够使用连拍，打起来啊更有效率哦。而二 P 的职责就是负责和一 P 同时按下攻击键，使出同步摄影，如此一来就可以提升攻击力哦。只是啊，这些怨灵有的时候打一打会突然冒出紫光，这就表示他抓狂啦。记住，千万不要贪刀多打，赶快逃跑才是上策哦。至于啊，路上看到这些蓝色珠子，大多是一些重要道具或是补品。只是啊，在伸手去拿的过程当中，要是看到鬼手飞出来抓你，被抓到了，道具就会变差。所以要记得看到了就要赶快收手哦。拍了这么多奇形怪状的可怕鬼魂，实在是让人心脏不好，心情也不好。来拍拍我们漂亮的姐姐好了，毕竟啊，随处拍拍也是游戏当中的乐趣之一呢。这代在本片之外还追加了一个鬼屋模式，会由新角色木雨来引导大家游玩。在过程中，我们只要按着 A 键就会依照路线自动前进，要是在路上被怨灵吓到手把抖得太大力的话，可是会提早出局的哦。有了这么多新的要素，大家晚上记得回到接神村去试试胆量咯。Hello， 各位玩家，大家好！时间过得好快，又一年了。2012年的巴哈姆特游戏大赏又来了，今年你有参与投票吗？谢谢你的支持哦！相信大家一定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你自己支持的游戏有没有得奖。好，那么现在马上来看一下2012巴哈姆特游戏大赏的得奖名单，还有2012巴哈姆特 ACG 创作大赛的得奖作品。自2008年首度试办的巴哈姆特游戏大赏，在今年第5度举办了这个年度人气游戏票选活动，排除各种灌票的不当行为，让玩家自己来选出年度最具人气的作品。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超过20000名不重复投票的玩家参与之后，2012巴哈姆特游戏大赏也在7月4日举办颁奖茶会，在会场揭晓获得各项金银铜赏的人气作品。除了家用主机和电脑平台之外，这一次的大赏也顺应时代潮流，首次将手机和平板游戏独立规划成一个类别。所以总共有包括了线上游戏 MMORPG、 线上游戏其他 PC 单机游戏 Xbox 360、 PS3、 Wii、 NDS、 PSP 和 Web Game 手机及平板，以及国产游戏等11项奖项。
总数超过了1700款的游戏，符合候选名单的资格。能够从这么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玩家青睐，脱颖而出的作品，可都是货真价实的人气游戏哦。而为了鼓励更多本土创作者，今年首度举办横跨动画、漫画与游戏三大领域的2012巴哈姆特 ACG 创作大赛，也在今天同步举办颁奖典礼，让众多默默耕耘的幕后创作者都能够有机会站上舞台，接受大家的掌声，也期许他们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玩家们，你喜欢的游戏和作品有登上这份荣誉榜吗？如果没有的话，记得明年一定要投下你手中神圣的一票，让你支持的游戏一起来享受这份得奖的喜悦哦。上个礼拜的电玩大调查，让你最痛不欲生的游戏 GG 经验，不管是英雄联盟、世纪帝国还是魔兽争霸，大部分的玩家在玩即时战略或 DOTA 游戏的时候，都有那种差一点点就要获胜，但却在最后的关头被对手逆转的经验。尽管过程再精彩，不过这样的对战结果还真的是让人痛彻心扉呢。这个礼拜要来问问大家，让你吓得屁屁出啊，却又忍不住想要一直玩下去的恐怖游戏是哪一款呢？是诡异阴森的零，紧张刺激的恶灵古堡一代，还是科幻惊悚的毁灭战士呢？赶快到节目讨论版或是 Facebook 粉丝团中和大家一起讨论吧。下个礼拜电玩风将为大家带来爽快过瘾的动作游戏极度混乱的介绍，玩家们千万不要错过咯。要是你喜欢我们介绍的内容，请记得在 YouTube 中订阅我们的节目频道，或是加入电玩风的 Facebook 粉丝团，这样就不会错失每个礼拜的精彩节目，也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最热腾腾的游戏新作介绍咯。巴哈姆特电玩风，我们下个礼拜见咯，拜拜。